如果你缺乏这两种酶，对不起，你分解不了，成为葡萄糖，成为单糖的话，细胞拒绝呀，啊，所以你的血液中的糖分就显得很高，就显得比别人高，啊，这个叫做血糖高，高血糖。如果你把这两种酶找回来，你的糖就是都是单糖，就会贵。